哟，又开始锻炼了？不是，你这肌肉练得怎么样了？两个字，结实。打一拳。来来来，使劲打！我今天要是打呀！你不是说你这肌肉结实吗？你要用拳头打，不是揪。行，我懂了。使劲，用力。老弟，你没事干，你就不能把你衣服洗了吗？不是，你这衣服你都放几天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老爸，你看老弟，我说你没事干，你把衣服洗了，你看他什么样？你见过这种人吗？老妈，我让老弟洗个衣服，你看他们。这看完他们是气人，但我今天很困，我不想管。老妈，前几天你不是说你想要一双运动鞋吗？那我给你买回来了。跟你说了，我很困，我不想管。今天你送什么都没用。老爸，去打老弟一顿。我凭什么无缘无故打你弟？就凭我知道你的私房钱在哪。老弟，刚才老爸是不是从背后打你？我教你一招。当我们坐着的时候，如果背后有人偷袭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可以随手拿起我的板凳挡住，然后反击。试一下。